炸了。王思聪突然怒对美团点评，万亿市值公司依旧我行我素。紧急回应，更有 App 24小时监控用户定位。炸了，王思聪突然怒对美团点评，万亿市值公司依旧我行我素。10日晚间，大众点评回应，非常抱歉给王思聪带来了不愉快的用户体验，相关账号已在王思聪反馈后的第一时间内予以保护性冻结。今年持续深入开展摄像头偷窥等黑产集中治理，下架违规产品1600余件，并对存在隐私视频信息泄露隐患的视频监控 App 厂商进行约谈。